嗨，吃饭啦！今天老公做的方肉、尖椒炒鸡蛋，还有这个培根，他不吃肉，给你来点培根，糖醋培根，这糖醋的。对，哎，咱这碗太小了，哥，来，给你换一下吧，咱这小行，碗忒小了，你多吃点。我吃肉，你吃肉吗？我很好吃。烫不烫？刚出锅的肉，太烫嘴了。辣椒有点辣，辣吗？给我试试。